大家好，又到了 Costco 食品开箱时间。这一周看到有两款亚洲人爱吃的食品打特价，想到上周有位朋友推荐的小笼包，这一期食品就成了全是亚洲食品，也都是网络推荐度较高的食品，希望能对大家的胃口。现在就来看看这些食品长什么样，味道又如何。猪肉白菜小笼包，售价13.99元，这是上周一位朋友推荐的，和韩式牛肉煎饺同一个品牌，用猪肉、卷心菜、洋葱等制成的多汁馅，经过完美调味，用薄薄的发酵过的面精心制作。有人说口感像南翔小笼包，方便是肯定的，这些小笼包已经熟了，只需加热就行，还附有可微波的托盘，加热2分钟即可享用，刷个牙的时间，热气腾腾的小笼包就可上桌了。一看就是我们熟悉的小笼包，里面有6包，每包6个，有 1.1 公斤。它经过美国农业部门认证的。这些包子已经完全熟了。看一下成分表。成分表分2部分，一部分是包子，另一部分是酱汁。先看包子的，这是以6个包子为计量单位的，370的卡路里，脂肪19克，反式脂肪0.1克，碳水化合物35克，其中纤维2克，糖3克，蛋白质14克，胆固醇40毫克，钠620毫克，钾盐175毫克，钙50毫克，铁2.5毫克。再看酱汁的，这是以1包酱汁为计量单位的，25的卡路里，没有脂肪，没有反式脂肪，碳水化合物6克，没有纤维，糖4克，蛋白质1克，没有胆固醇，钠370毫克，没有钾盐，没有钙，含0.1毫克的铁。打开来看一下，是这样的6包。酱汁也分成这样的6袋。看一下怎么吃，看这图示挺复杂的，其实就是剪开袋子的一角，整包放进微波炉，加热2分钟。蘸料同时泡在温水解冻，加热好的小笼包静置一会儿，沾上酱汁就可以吃了。这个同样面临塑料加热的问题，在家的话就麻烦一点，开火来蒸吧。这是大火蒸9分钟得的，5分钟的时候看了一下，感觉没有热透，不太喜欢蘸料，就吃原汁原味的吧。一口咬下去，热乎乎的肉汤流出，皮很薄，吃得出里面有猪肉、洋葱、卷心菜、红辣椒，有人说有豆腐，还真吃不出。有人说像南翔小笼包，没有吃过正宗的南翔小笼包，不敢妄加评论。总的来说味道不错，看蘸料里面有醋，就蘸了一点意大利醋，别有风味。13.99元有36个小笼包，在餐厅肯定吃不到，还这么方便，换一下口味也好，重温家乡味道也罢，都是值得的。韩式玻璃面，原价12.99元减3块，现价9.99元，特价到7月4日。这是韩国传统的一种面食，通常在特殊场合和亲朋好友制作享用，面条由红薯淀粉制成，几乎透明，就称为玻璃面。这款面包括蔬菜肉片，面条柔软而有嚼劲，可以完美地吸收配菜的所有味道，
特别爽口可口。这箱有四盒，每盒285克，适合素食主义者，没有反式脂肪，没有防腐剂，没有胆固醇，微波炉加热3分钟就能吃。这一箱共 1.14 公斤，包装盒上面的面挺晶莹剔透的，难怪称玻璃面。看一下成分表，这是以一碗面为计量单位的，300的卡路里，脂肪3克，没有反式脂肪，碳水化合物66克，其中纤维5克，糖14克，蛋白质2克，没有胆固醇，钠1260毫克，钾盐50毫克，钙75毫克，铁2毫克。打开来看一下，是这样的四盒，挺有分量的。看一下怎么吃，传统的方法就是用炒锅，加入一茶匙的油，油热后放进一包面，煮6分30秒就行了。最简单的是微波炉加热，撕开密封膜一个口，让热量可以流通，加热3分15秒，静置一下就可以开吃了。这个方法最简单。还是涉及塑料盒加热的问题，在家就放在玻璃碗加热吧，这就是要撕开的口。我们就用传统方法加热吧，放油后加入面条，看见豆芽、红萝卜、大白菜、青菜，还有像韭菜的，应该不可能是韭菜吧，有颜色的部分就是酱汁了，用中小火就行了，让面慢慢融化，大概6分钟就加热好了，面条确实透明，看着挺诱人的。一碗热气腾腾的面做好了，一口吃下去，感觉香油味太重，也有点偏咸。面条确实不错，不脆也不硬， Q 弹有嚼头。那像韭菜的东西真不是韭菜，吃不出是什么，很爽口。这样的面素食人士可能会喜欢，我还是希望有点肉，和上周的蔬菜炒面相比，炒面的味道更好一些。乐天麻薯冰激凌，原价14.99元减3元，现价11.99元，特价到7月4日。这是一款网红冰激凌，以麻薯的名义深得亚洲人的心。它是一种质地柔软的麻薯，里面装满了各种美味的冰激凌，形成完美的奶油冰激凌球，包裹在一层薄薄的耐嚼的麻薯中，加上热量低不怕肥，成了很多人的解馋神器。这盒冰激凌挺有研制的，按顺时针从上到下依次是奶茶、芒果、香草、绿茶，每一种有9个，还介绍了各款冰激凌的配料。看一下成分表，这是以2个冰激凌为计量单位的，款式不同，成分也是不一样的。先看香草的，100的卡路里，脂肪3克，没有反式脂肪，没有胆固醇，钠20毫克，碳水化合物18克，没有纤维，糖12克，蛋白质2克，含有钙。接着看绿茶的，96的卡路里，脂肪2.5克，没有反式脂肪，没有胆固醇，钠15毫克，碳水化合物17克，没有纤维，糖11克，蛋白质1克，含有钙。再看芒果的，96的卡路里，脂肪2克，没有反式脂肪，没有胆固醇，钠10毫克，碳水化合物18克，没有纤维，糖12克，蛋白质1克，含有钙。最后看奶茶的，94的卡路里，脂肪2克，
没有反式脂肪，没有胆固醇，钠10毫克，碳水化合物18克，没有纤维，糖13克，蛋白质1克，含有钙。打开来看一下，是这样的四盒，这是香草的，这是绿茶的，这是芒果的，这是奶茶的。打开来看一下，香草的，每盒有9个，3个一排，可以撕开，3小排独立包装。这样看，和普通麻薯没什么区别，还沾了干粉。切下去，皮很薄 ，QQ 弹弹，雪糕奶香丝滑，甜度适中，有小清新的香气，真的好吃。一款一款的切开，皮同样薄 ，QQ 弹弹，绿茶味的研制最高。味道嘛，有所不同。抹茶的闻起来清香，吃完有回甘；芒果的果香味重一点，奶茶的有红茶香味。最大的特点是不算甜，吃得很开心，没有罪恶感。好，这期就介绍到这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别忘了订阅。下期再见。